这个就是跟我那个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个 mini 的跟我家里是一样的，看到没？一模一样的。这种，真的长得好像蝴蝶的样子，连那个眼睛啊、嘴巴啊都长得像蝴蝶，好有意思的花长的。这个是万代蓝，你看它两个眼睛。这个万代蓝就是真的是它，你发现没有？整个蓝园呀，其实最显眼的就是这种万代蓝，它会好像是说比其他的兰花更加艳丽、更加大、更加漂亮、更加就是说引人注目啊！这是什么啊？你呀？哦，就发给我了，在干嘛？我这是，哦，这个好。